多数网友对王诗龄的印象很多都停留在《爸爸去哪儿》那会儿，那个胖胖的小姑娘，其实可能因为本身李湘和王岳伦都是属于偏胖体质，所以小王诗龄从小也就胖乎乎的，但是这样子是很可爱。但是今年从照片来看，长大后的王诗龄开始慢慢瘦了。近日有网友爆出王诗龄的近照，照片中的王诗龄扎着双马尾，用着兔耳朵的表情非常可爱。仔细看可以发现，王诗龄居然有了尖尖的下巴，这和以前胖嘟嘟的王诗龄完全不同。有的网友认为王诗龄可能真的瘦了，更多网友觉得只是相机的美颜效果而已。不过不管哪种状态的王诗龄都非常可爱，